Kelantan, Singapura. Dan di Singapura, mampu. Jadi tonak.亲爱的选民，你们好！好！非常感谢你们一路来给我们的支持。请问你们在星期五的时候，星期六的时候要做什么？投票。投给谁？NSP。NSP。 投票是秘密的，敢投！好，投票是秘密的，我们敢投。但是我有听到很多选民讲，就算不是秘密的，我也投。投票，我现在跟你们慎重的讲一个严肃的问题：投票绝对是秘密的。 因为在新加坡有多少人投反对票？有100多万人，有100多万人投反对票，所以你们也是其中里面的一个而已，所以你们根本不用怕。后港10个选民里面就有7个投反对票，他们有没有问题？没有。 当我们算选票之后，我们会把那个选举官会把选票放入箱子里面，然后他会把箱子给封条封住，再由候选人签名，再送到哪里去？再送到政府大厦高等法院储藏室。 没有人能够进去。在6个月后，当要烧毁的时候，他会跟我们的候选人讲，请你们来验证一下你们的选票，就是选举箱，看看有没有人做手脚。所以，在审查过选票箱之后。 所有的候选人满意之后，他们才可以把它烧掉。所以你们说，选票是不是秘密的？是。100%。号码不用怕，假如没有号码的话，我们更应该怕。为什么？假如没有号码的话 ，BAB 可以拿一大堆票放进去，我们都知道，是不是？是。可以作弊。 所以号码是为了防备 BAB 作弊，是对我们好的，对不对？我们国民团结党非常的感激我们老的一辈，是你们奉献了你们的青春，还有奉献了你们的一代。 为了什么？为了建造这个国家，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有一个土地可以站得住脚，是不是？是。但是，人民行动党的议员们跟部长们，在拿几百万的薪水的时候，却把这些人忘了，是不是？是。 用完之后，他们想把他们丢到柔富去。小心打墙啊！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能够投票给 BAB 吗？不可以，不能啊，没可能啊！你们放心，在国会里，我们会替你算这笔账。好。 今天的选民们，你们为了保国、为家保国、保家卫国
对不起。一样啊，一样啊。那我问你，你们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真正负担起的家？是不是？是。外国人或者是永久居民，他们并没有国民富裕，但是他们也能够很顺利的买到我们的公共主物。那么作为保卫我们国家的年轻人，政府是不是应该也照顾他们一下？所以你们也不用怕，我们会在国会里为你争取到一间真正你们负担得起的租屋。政府照顾富有者，希望富有者能够照顾低下层的政策已经行不通，照顾人民的最好的方法其实应该是把焦点从照顾精英以及照顾较成功者转移到照顾一般的百姓，你们说对吗？对。政府的政治焦点应该放在为人民谋求更好的工作，谋求更完善的交通和更好的医疗服务以及更好的教育系统。借势大选至关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我们今后五年的什么生活费，对不对？对。关系到高涨的租屋价格，也关系到竞争激烈的就业前景，也关系到医疗费用与老人的保健问题，公共交通费与公共交通过于拥挤的一些问题。所以亲爱的选民，在你们今天在你们星期六投票的时候，请你们要想想，想清楚，看你们以后往后的五年要怎么过，其实就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上。亲爱的选民，人民行动党终于承认他们做错了，这是所谓的神话的幻灭。行动党一路来都以为他们是神，他们不会做错事，对不对？对。临时抱佛脚，在大选之前他也承认你们是他们的主人，对不对？终于承认你们是他们的主人，太迟了。那我问你，假如你是主人的话，在大选之前你们最好搞清楚你的工人在下去的五年要拿多少钱，要不要知道？知道。要。我们要 BAB 在大选之前告诉你，你们要用多少钱来请他们为你服务，对不对？对。我们要知道在五年里他们要拿多少花红，对不对？对。我们要知道他在五年里自己要偷偷的升薪水，对不对？多少次，对不对？对。升薪水，工人要加薪，本来是谁的事？老板的事。但是他却没有问你，他自己加薪水
这样说是不是对？不对。所以你们要考虑一下，假如在星期六之前他们没有给你答案，可能我不知道，可能他的薪水一年可能会从400万跳到600万，你们也没有办法阻止，对不对？对。所以所有反对党可以阻止，所以所有反对党可以阻止，你们就要把票投给 NSP。亲爱的选民，只是总理一个人道歉，你们说够不够？那个马步山啊，跟马步山道歉啊。我们是不是要那一些做错事的部长也道歉？下台。所以我问你们，谁使你们买不起主物？麻包蛋，对不对？替他诉国会好不好？谁使我们的老一辈有病不敢看医生？高文万，对不对？把他踢出国会好不好？我再问你，谁使得我们的交通一团糟？维门林，对不对？对。要不要把它踢出国会？要。我们再问你，谁把新加坡人的工作丢失掉？南京用，对不对？对。要不要把它踢出国会？要。我们先把这四个部长踢出国会，让其他的部长害怕之后更努力的为你服务。不能够全部踢出去，慢慢的让他们在国会里面折磨。第二次大选的时候他们再做不好的话，下届大选败再把他们踢出去好不好？好。在星期六，我真酷啊！你们投票之前一定要问问自己，你们是否要改变你们的生活？要。你们是否要改变我国的移民政策？要。你们是否要改变我们的住屋政策？要。你们是否要改变我们的医疗政策？要。如果要改变这一些，请投 NSP 票。 N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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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SP